我最感激的，我最觉得跟我在一起有光荣的，是这些做幕后的，对，是这些 drummer、musician、arranger、keyboardist、producer、engineer 这些人，这些你们都他妈不认识，对，气死我了。这些人真棒啊，真优秀，对，这些人才是成就这个行业的人啊，不是那些星啊，没有那些星没有关系啊，不能没有这些人啊。当所有的小鬼都要去当星的时候，没有人肯把吉他练好，啊，你就想一下就红了，这不太好吧？啊，所以如果得奖，我把这个奖跟我的这个所有的幕后的伙伴，李宗盛转身过去跟你们这些幕后的伙伴深深一鞠躬